同基因有關啦，其實好特異嘅，某一啲嘅民族嗰度咧會容易啲有痛風發生嘅。咁譬如喺紐西蘭嘅毛利族啦，咁喺18世紀之前咧，當歐洲人未去到嗰個地方之前咧，其實佢哋嘅痛風機會率非常之低，因為佢哋當時咧食嘅食糧主要都係植物，都係食蔬果嘅嗰啲嘅食物嘅。咁但係後來咧，西方文化入侵咗嗰個地方，咁佢哋開始轉變咗嘅飲食習慣，就開始食肉啦，開始食漢堡包啊、薯條咁樣。咁佢哋咧就由全世界發病率最低嘅地方，突然間就變做全世界最高發病率嘅地方。咁就可以睇到咧，其實就算咧佢哋有一個好重要基因嘅影響都好，其實後天咧對於嗰個病咧都有好大嘅改變嘅。即係話，就算我哋嘅體質，譬如你爸爸媽媽係有痛風，你係遺傳咗一個痛風嘅體質。如果你一個健康嘅飲食咧，其實發病嘅機會咧仍然都係會低嘅。咁當然你問到痛風嘅機會率啊，邊啲人高啲咧？正所講啦，第一咧就係佢本來係有一啲遺傳基因，佢唔能夠有效排酸嗰個尿酸嘅，佢會高啲啦。第二佢有啲病，後天嘅病，譬如腎病。腎病就唔能夠有效排泄尿酸，咁尿酸就積聚，咁嗰啲亦都會機會高啲。第三咧就係食藥，某啲嘅藥物咧係會導致嗰個痛風容易啲形成嘅，譬如阿司匹林啦，同埋某一啲嘅血壓藥嘅。咁如果能夠可以改變到藥物咧，當然盡量改啦。但係阿司匹林一啲咁緊要嘅藥物唔能夠改咧，咁我哋就要靠一啲特別嘅尿酸嘅控制，希望咧一方面又食阿司匹林，另一方面咧控制好個尿酸，等佢發作機會少啲。咁就第四方面咧，就係同我生活習慣有關係啦。如果我哋經常性令到關節受損，又或者我哋生活咧係飲少咗水嘅，咁嗰個尿酸結晶形成機會亦都會增加。一般痛風咧都係臨床都能夠診斷，因為痛風嘅表現咧都係好典型。頭先所講咧就係一啲食物誘發痛風發作，喺一個典型嘅地方發生，有一個典型嘅表現就能夠診斷痛風。咁但係有啲情況咧，我哋發覺有其他唔係好典型嘅病徵，包括佢喺一啲唔典型嘅關節發生啦，又或者咧佢喺發作嘅時候咧比其他人咧嚴重，咁我哋就需要攞其他嘅數據去分析。最直接咧當然可以喺個關節入面攞一啲液體出嚟檢查。如果我哋透過顯微鏡檢查見到痛風結晶，我哋就能夠診斷啦。但一般唔需要咁做嘅。咁另一方面咧，我係可以透過一啲間接嘅方法，譬如透過血液檢查，睇下血入面嘅尿酸嘅濃度啦，又或者透過影像檢查。簡單嚟講咧，我係透過超聲波照下關節入面咧有冇一啲好硬嘅物質。即係結晶啦，又或者咧，我係透過電腦掃描，睇下嗰個關節入邊咧有冇一啲同結晶有相關嘅表現，都能夠做到診斷嘅。當痛風發作嘅時候咧，就係急性痛風關節炎。嗰個時候咧，第一你就可以敷冰，第二咧就係需要立刻休息。咁如果個痛風個關節唔係咁嚴重，通常用呢個方法咧都可以得到有效嘅舒緩。咁但係當個病情越嚟越嚴重，去到第三、第四次發作咧，用呢個方法都未必好有效，咁你需要用消炎藥啦。咁但係消炎藥咧係可以有效消炎，令到嗰隻急性痛風發作咧有效控制同埋消緩得到嘅。咁但係佢唔能夠治本，治標唔治本，因為個原因係因為痛風結晶喺入面刺激免疫系統發作啊嘛，所以最終咧係需要透過藥物降低尿酸溶化結晶先能夠治療好個病。咁即係話，如果你個痛風發作唔係咁密嘅，首先透過生活嘅調節，令到嗰個發作機會率減低先。但係如果呢個唔奏效，越嚟越嚴重咧，咁你就唔可以透過淨係食消炎藥噶啦，就需要透過藥物嘅治療去溶化嗰啲結晶。我就發覺到咧，有好多中年嘅人士或者老人家咧，佢哋發作嘅時候咧，通常都會去藥房嗰度去買一啲藥物去食嘅。咁嗰啲藥物咧，包括消炎藥啦，又包括類固醇啦，包括有一啲止痛藥啦咁。咁喺某一啲嘅病人嗰度食咧，唔係咁適合，因為有一啲人已經係腎病噶啦。如果你再食得多嘅話咧，就會對個腎有啲永久性嘅損傷。咁所以食嘅時候就要小心。